嗨，朋友们，我是扑通，我回来啦。今天呢，我要准备和蒲姐一起去里斯本，然后现在是英国时间，5:17，我们大概飞2小时40分钟的样子，然后就会到里斯本。那我们一会儿见啦，拜拜。啊，我们终于下飞机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去酒店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店。3:28 AM. The next day. Hello, 我是扑通。今天早上我们睡了一个懒觉，现在准备出发去吃烤肉。下雨了，我们下去看一下那个彩色大房子。葡萄牙的房子就是一个特色，就是每一栋房子外面的那个墙的颜色都不一样，然后就是五颜六色的，就特别像进入那种童话世界。然后有的房子上面就会贴一块一块的那种小花瓷砖。他们说葡萄牙就像是中国的重庆，就是山城，它就是有上坡下坡的路特别多，所以如果要来玩的朋友建议穿比较好走路的鞋。 2 hours later. 嗨，我们选了一家网红海鲜餐厅吃饭。现在我们要回家了。Hello, 朋友们。今天是我在里斯本的第二天。那昨天呢，我们去逛了里斯本的市中心，然后吃了烤肉，吃了海鲜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准备去罗卡角，然后那个就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。路止于此，海始于斯。哎，对，就这样讲的。那么就一会儿见啦。现在去买火车票，然后呢？我们在这个罗西欧火车站。大概坐了多久到呢？40分钟的火车吧，大概坐。还挺快的。是的。我们到啦！现在我们要坐这个去罗卡角，403号。要拯救一下我的刘海。不小心就掉到了画里边。600年前，麦哲伦。600年，不要乱说，600年前。那是多少年前？多少年前嘛？我以为是600年前呢。麦哲伦开始上台，看着楼住的，对吧？好舒服，在这晒太阳。我呢？太爽，只想在这度假。我也是，想来一个月，每天都在这儿来淤气。好久没骑摩托车了，在这儿骑摩托车才爽啊！迎着海风。
要离开这儿啦。今日的旅行结束，必须找一家好吃的海鲜饭。不要找了，我开始吃饭了。一边喝个好喝的红酒，然后美美的睡觉。明天早上赶那个10点钟的飞机回英国。拜拜，里斯本。你好，嗨！里斯本到底有什么呢？有五颜六色的房子，有画满了涂鸦的电车，有大海，有风，当然了，还有超级超级开心的我和我们。终于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爱。